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开的是25周年的 ETB， 这是我们开的第二盒。会不会比烤牛欧呢？会的，会的，你会开的比我好，期待咯。我看只是量多，但是好说不上。可是你玉三家开了两支啊。最重要的那一只没开到，你会开到那一只？就和盒子就不多加介绍了，烤牛都介绍过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包。冲啊！一样，先开普通的。到底要怎么吃啊？算我来中间。好。这个就迅速开户，重点不在这儿。重点是这个，对啊，重点在25周年卡包，没错，这边有就是多的，没有也没有关系。对，美国的能量闪的还蛮好看的，对啊。这包没有闪，看错了，哦，这张超不明显。好，最后一包，好快。这不用那个，那十包才是重点。对，没错。哎呦，白的，大出去。我们来开25周年的，那我觉得好闪啊！因为它是银色的那种闪。对。没有。再来。继续努力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是什么呢？哦，感觉有东西。感觉有东西，有有。哦哦，看到盾甲了。对，至少是我们没有的。对，是我们没有的。就算是盾甲很好看，怎么办？这闪的好好看哦。美国的闪，我觉得蛮漂亮的。对啊，跟台湾就是不一样。什么？没有。国外的月亮比较圆。可是国外的卡包不好买。有够难买。而且这个25周年没有单出卡包，它都是在礼盒里面。哦，妙蛙花有一张。天哪！好，冲浪皮。妙花赶上了进度，对，妙花赶上了进度。这样我们去的是喷火龙。会有的。哦，看到了，听说是最贵的鲤鱼王。最贵？对，它是最贵的鲤鱼王。对，然后有一张博士。我又有博士。哇，你开的好好哦！真的，我在补洞。你开的比我好啊，我都没有补到洞。好强！再来，没有。
完蛋了，我来不及整理。慢慢来不及。做马人特。可以不要套他卡套吗？不想要套。对他没有。没有爱。没有感觉。可是皮卡丘最多，可是皮卡丘你还是会逃。对，没错。有。有皮卡丘。飞飞的皮卡丘，这两包，我有什么呢？我觉得两包都有东西。来吧。风火龙约一步，这样就太完美了。哦，然后又一只藏马，没关系，进化链有了。你补洞补的好漂亮，天哪，太厉害了！最后一包，会有吗？没有了。后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不过还不错，够了。对。来看一下我们刚开的森林皮藏马，对，藏马有两张，然后冲浪皮，我是一张盾甲，妙蛙花，然后鲤鱼王跟暴鲤龙，太棒了，有鲤鱼王跟暴鲤龙了，对，基本上哎，十包开四张也还不错、啊，超棒的好不好？对，好啦，开箱就到这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